长篇评弹《忆清平》第九回《三娘受屈》，由蒋月泉、姜文兰演唱。身发了那忽悠里，谁到一道红绿金塔？要想起外不塌塌，当听一当听，杀人不急，外不杀人，得罪两个同的上司。嘿，这不是又搞回半队，办上地方的我的红运。给他警察不理想得起，那么身发年纪再离久了，这个人和气量头，你向警察你要去骂工，你骂令上司，挨着的批示分口级，这个东西也难用。那么身发你太气是可恶，那么这个事体你谁去告诉上他？不空。因为你一地里想拆个车，在再往房厅那么最是在金包姑姑要忽悠，那么你或者是约好几个是他他，哎呦，干嘛的土里通家登看，登着看完也要去告诉他们来不及，啥的这个闲话不然以往的就非是自己，因为这个老太太在海里你是。这听海话啊，谁讲的人比你来讲了有的个问题，他就讲了你的海你都得听不听，是一个中人来理解的个人精明的个人随便来谁讲来买讲随便多少人谁讲等等都讲我之以后你弄到两家的个海话并了一台里来想那他你是何是一个外出到这个辰光内我要去讲来不及，那么娘里们去登看再怪丈夫爹求的真正可是方贝里一理也不理啊搞不毛尖里真他不肯送不理的为儿你才行真正干那天吃人不等三文的去吃你在我这跟他噔噔噔噔在你往里有什么玩具你娘娘比天生了这是给他身家的一个你娘娘杀人和你你没到新国的人相互人亚娘家心破心啊特别大家通过台子上破叫破是日本人娘那个牙子破油瓦该嘎达地当开七百与初开九百第一个行情啊都一样的这个你娘娘的神性归然我那样是一个人你上一道锅子里那么在规矩锅子里面别吃我来的我来就是锅子里比如这个锅子里特别叫丁大锅子里学了几个老去忙上我的在板开来头米嘛上哎他不亮车机人车五步二里进刚地岗等等比车屁股没上不来讲我说这是要四个来啊是刚听我有时间一个人大家顶住出来这个实在们的喊你们人去不够给他抱在你设施子里面两东西刚你去而且开车去来领域工作三不起刚还我五就什么的还另一句火大兵耍个路耍个路阿路这还有个阿路那么你阿路耍个告什么你自大不行都该有阿路这么南非口服跟医生要么为他特色干一个告诉你沈家东南为他一个你是不是沈家东好人呀你他心目里也要想他心目定还要改改人品好大义大德沈家东头里就你的我这个顶级跟你自己耍个门在那阿弟飞一边接动接起海不能搞好好叫你搞个小饺子花带花绿带绿铺风机香带阿弟五个个椅子嘛这还要从阿路来弄弄谁家错不懂接起海不能搞身家里的马虎比破家里的芒格派神功是安有的亲子这个历史刚买苦不晓得催人都做光哎呀你怎么样你一定都要拽进去你打
当自家编织的了不止那行业了，所以受了吧已经当西洋霹雳了。现在看见我的堂堂堂堂本地的喉咙三百下里是口不人哎，你也是好出息，破格的。强哥，三个呀！哎呀呀，汉人汉到上了这个奔驰奔进家啊！呀，你呀，奔驰奔进嘛，对不起你呀。那奔驰奔进嘛，为我家。那就这样哎，阿爹每次到平壤才打个十里以后，那么可可每个可梦想打回来才到十里以后不能打的。强哥呢？十里红喷喷喷，你耍还苦吗？那我怎么耍还苦的文采的呀？文采嘛，八彩哇！强哥啊，花队个么家多，啥么子讲？那他说过来。你娘娘当我个爷么子脑袋水里面一口。阿娘的，那还不行。叫啥科技个爷么子的胸口的马上过大痛。这个是红队金叉红中一代的嘞，吴太太个么？老太太了，让经济的荣光，以公鸭子要打理账，叫风流经常。喝了耍个浪香，这个是吃这样当。这还风的对一点点，里向眼睛啊，咕噜咕噜咕噜咕的动，动的这个么子是稀奇啥？而且这个鸡肝在外对，叫风流经常。那天阿布拿个在红队警察拿出来，该知你三房新路在了啦嘛？阿布说：“是我嘛，是在年纪大，这个岁数把你不配。现在呢，现在我想不那么多，给大家同娘娘是好人，新郎在不拉新郎，三娘娘是听阿不听，谁让个你娘娘叫啥名？我妻子都有了王口，那不他他就应该新娘不拉的王。”要同娘娘非要那么熬来不让我一房，要我非要他去抬出来，那么来不让三房。这个男普他他为重要，吃到你个普他他不为重要，但还脑袋红头金叉，专从三娘娘水里淌一肉，一房里喷脏了一起没法勾起，头口汤吃他两点子。你五个在红绿灯他们替三娘娘有家走停走停，两家都不得。那么说说，那屋里向还是该搞的，不得无耻。但还这个么子不管，吃醋。大三娘娘有家走停，谁知不得？么那三房里红绿灯他进去一扎了老难睡。你自家个屋里这个毛病一下，这个阿伯睡觉不够人去推的来个。香港。我当然是啊，那好，我叫你家去的不是西门，我你娘娘自家欢喜这个一门的，当然妈妈好。你自家欢喜，你睡觉不固定，吹不人家门子，给喊我你娘娘要蛋糕。不提个，不提个。小男孩来个家。哥哥，他那个是红的金啥？你娘娘，他小的吹得来个呀？啊，小的被你对上去弄得来个呀？哦，把人对了，我个。哎，我的来管。强哥啊。哈。搿只红绿灯差是三房里三二十个么子，哪弄得难睡的家？我三娘娘个。哎呀呀，你娘娘，那么带个子，带个子，带个子哇。一跨的难道让三门红分带哪里了哇？红人家。就。三娘娘个么子么，我主日搿上去成功。他本来是要听沈芳去上，是你推的。现在是三娘娘么子来得正好。沈芳三房里个东儿，推自家房门那里东高还是这个副队兵装饰上的，随便上人家住，所以你看我呀，哎呀，你娘娘说不得听不得个子哇，哎，这落得来个了。刚娘。妈，我现在回去才十里河，今天白龙里面碰到三房里个东儿沈芳。我要提起沈芳，你该打一通。这个东儿离得还出去，还是碰到那么大事啊？哎，这是可见的对了，一只红头警察呀！哦，哎呀，我看你们可不差，把人带着男对了。你哪弄到女对了？这个我们你们是来录的来的。嗯，这是你十六岁呢，慌里慌张，说不什么面孔脏。哎呀，啥个表表啊？我们是因为我来了，因为你带我给，为你我唱个啥了呀？
哦，哎，那么好听啊！你女人家他当我对了，给这说话子老里边还挑妹子讲，这个冬天我嘞，你的在娘家一口是三娘们是么对个是吧？你爹娘三娘娘是你姑丈呀，是放三娃那个冬儿呀，冬哥对了，我们这弄啥子冬儿对了嘛？这个李小三真真是累极，走。阿去，你干起来干得经验丰富，极多。其实你也想是盛芳推三娘娘的么子，不过你自己想不是，搿子头有点狠。三娘娘的么子，哪能在盛芳地上搿里向在嫉妒？你个头名都是那样。你上面一句我不是你抽屉背不了。你娘娘一天没有什么病了，自家盖个呼吸线，这个今朝一浪浪搿纸还是推出。你是也想是盛芳推三娘娘的么子，作为一个中日体格。他是盛芳推三娘娘的门子，你康龙也来不及，过来对狼家，搿个四周子，总打盛芳不得，也害盛芳吃两记三个，也对出你比当马浪弄盛芳害的，那个他们落得来，搿两家子就带马浪去吧，哎呀，去害得来啥的，盛芳的神奴才是缺口，今朝日也不等丈夫里去，三阿顺还不是个门子，你身家的三房新屋里定下。当球客总部队要是一部长，你的王里你王里在你多岁你也太真心，虽然说西藏上岗以后，我想在南门都三房里的武器其他的土地当时养一个牛伯伯，三房里谁是个张昂昂在一日红康，今朝的机会来吃，来日也想海参放吃三五，来分享一下十二年够上，一个是三房里的同儿，这个内当中我可以有望都治不通给了，这帮子是干人工了，他汤是相信的相信的，三房的时间摆得了，把衙门刷掉大力气接了，他一下了厉害，我说这样位了，据我说的一部的不是这样龙江，这么今天大力看啥事，对呀，他我讲那个，我说我们你娘娘不大够相信，那些人还是不吃啊。句句真理。不相信。哎呀，我给你们拿你。那是真的，那当我发个罪口，发罪我不相信呢，什么罪我不相信呢？亲家，跟我不孩子吧？没发娘。这不娘娘的亲孩子呢？亲哪里嘛？爹家的婆。不，娶我来嘛发罪。这个娶了当兵，娶了后头，我女娃的我的红人，今在当自己家是还是子嘛？那哈。哎呀，实在个他在看我的呀，明明还是个不要说把这个嘴变起来，我就还得再加上你我把个切嘴嘛，永生永世不应对娘娘的亲孩子啊，下次该当亲我还是子呢，不然毛大人进来一家人亲不给那这个人来嘛，我相信来的吧，不要子你娘娘我们这个去接了他他他不得了，他们奶奶女也给两三个，这女婿给两三孩子玩。谁去我家奶汤是说讲外事，走来我们也看上那个。是的，是的，这个玩。此地龙江，我娘娘的什么不对个？哎，是个呀，三呀。我们奶不能去拉个。拉我呗。三哥。嗯。来跟我一道去接了他去。可娘娘最好口自己呀。嗯嗯、你娘娘在里口说哪个东头名最人，我才晓得了。他说自己都不能毛三年叫提三年，毛三年嘛，人家问你在哪里提三年？你是七二级，结果来说我趟是退职那么了，半夜死的，这块半死一个人不死，来手的阿皮，我这当不动，能够拿三房里摆的再好，不趟是摆不得是替龙车帮忙是来红兵进，我没过去当来真的。再下去，一黑一黑两个，公园。是你呀。跟我来啊。可是你呀。很愉快。
他他个王庭不是非，东北夫妻把军情哎，今朝日一直金钗起还起，以往你个带夫妻带着去，但还个跟以前要将五百两分开银子，披身兵亲出门也害三弟个心。今朝个二娘娘一发金钞也害三娘娘个心，叫夫爱他夫妻爱他妻，个带头名夫妻不知哪不里得了哪个。来了他帮听提金叫啥子听机上立的浪口，哎呀哎呀，听那老太子儿身材皮，他他了上地一滚，但是你苏州人、余姓人家东西还够些，么这样你屋里向的辰光不够，有中人家的还够，够够这么想那都是你养三个你是该定下的事，我不是你是军情计划的，苏州人在家里小门将军，西外边七十里，要把李队经理向顾天而亡。上帝不是天，绝对没个天地。他刚刚五十年，你是唱诗经叫不费口。那老屋里过几天，我是俺一半年纪费心，上岁几乎百块，下岁几乎百块，你才晓得。俺都把你两家的经叫几十几年不久，一浪都难都懂的。这两家的比也难过，不知哪弄的白纸那么多，这边都从来分天才，家门不严。我十个一过年纪够费，让够不让儿子去么心里拿不来。那他他啷个？就说他他在外头一口口见你媳妇来么？这个媳妇你不欢喜的。那你刚咱们刚的一件说天说不耍个喽耍个喽。刚刚来可是难起来的，两不开摸不开。那他他不欢喜口里上来么？身体背不住，来不就么？你娘娘他当来。哎呀，听没好不啦？周星如就是听麦哈不在阿鲁，哎呀嘞，他想我听几个头名阿鲁是都来好，一在一把千手，都要是听麦哈不在，那不必身体受灵。红军要进大帐来，但是这个大帐，晓得红军就是他大哥的亲儿，罢了气了，是叫不了他他。对待你娘娘不比一类，给的是眼里一朵，给的是开背当了一大。这呼吸心我是为了他，他身体虽说不吉利，不晓得没必那个把你来福利里的还忙用了另外的里呢。亲妹好不啊？哦，大概江西的俺娘的嘞。二一者，你别哭啊。只当你记住身体当心，假神是不能复神。咦，来他才来得个，刚才给他身家里来人安静，你从来分求行，刚才我已经说清楚不，今在的求无非或者身体当心了，他在没开心，一个人不晓得为他背个呢，他在那块哪门去干人家分哪下风湿走的，不晓得来他哪门多风湿哪不灵神。然后他把你带着那么身体慢慢叫慢慢叫浪费走来，是啊，三儿军情上将军的死得可怜。哎呀，听没好吧？我在这里浪考问，一个头面我打个七句的，俺也是两个。那男人是五个浪考问，他一走你的带着，
么是让啥都忘记等到外头飞一片再走。是啊，大浪儿浪风骚雨大。哎呀，听那哈吧，叫外祖那种的马不叫今天嘛还叫提车啊。那么呢他不懂，那你海我当中有外祖那种马不叫了有提车。而一在你的是话真不懂不懂。哎呀呀，听那哈吧，雨啥懂了不懂，那你裤子马那是一懂啊。砰，一把警察说完了。那他挪个衙门是挪得去的嘛，他想给我带下扣扣扣，个衙门是叫外族那种嘛，不叫不知哪衙门，阿外听狼去外头吱吱吱叫个，审查他挪得去的挪个衙门是一口嘛，俺人在哪门的不行，自家的门哪不行，奉律警察，宫中一带子了，我外甥年纪都不配，不知谁往里南京城一大弄那奶水，那个衙门是叫外族那种嘛，不叫，他他不。衙门三里口，而一阵，这冯队进城，周伯伯早已死于塞吧？真是一阵，在你水中哪里来的？哎呀，听没好吧？你们我耍大虎来的，我是你身家败绝的媳妇去。那他打代理口口，我要又出来子，你耍个身家？你对呀，像我马大队的才子，在外改两栋，你身家败绝。你不讲那些，而一再不讲，周婆婆真为明白。现在好吧，你海红原是死吧？我个总海我李福派要乌对讲，他大家要听是吧？红元是了，他他哪里来的？是了，他他他们俩聊的改变，聊的句句真一句就认不个。本来为人不能够是谎话。是呀，我就晓得改变了。哎，太太，那可是晓得了白龙里把他飞往的东儿盛放，现在可能对来的红队警察，我在云高上了，我带着那队来呢。没你说到我来嘛，叫啥的师傅去压啥的兵来，光里光上面空张红子，啥爹爹，我们是因为个来了，碰你半步半步别下去，为别人唱说了呀。我先别去了那队了，说话是那位阿娇妹子名字叫，咱们。我来去把你娘娘扣给，就是你娘娘一扣啊，说是谁娘娘的门？我爹娘，爹娘是东家呀，是房东儿呀，东家的哪么子东儿对了？这个李小姐真真是一激动，这也是激动，这激动的干起来干得蛮清爽了，不晓得个老太太好人，叫啥你听不出？对吧？是房么三房东儿。三娘两个警察拿弄在这同儿女郎下面给你想办几多，可他他现在的确是几多。那时候比有种歪理歪派的人，你为了想出去，阿为偷家，阿为两大队通干，老就对人一根绿都染，想不出。哎，三娘的警察怎样的盛放都一样嘛？我的不懂。你娘娘是在我，不是本来这个绝无别不讲，你不懂嘛？你们说法。二舅家听没哈？万一上动了不动家，三什么事？你给我上谁不是在？什么方面？三方的个同儿，两家都也好了，真大的个呀！啊哟！老太太听见的这个神字，吃亏么？面孔一白，得罪王峰太太，气这个这里么？这真的面孔要说上去，走，谁？开，俺是。红军一听，哎呀，不对，对吧？那你娘娘妈妈，我不是粮食盛放村的，不等啥我不理解去。这有的在都来了噻，是两高的直播通关，没听上过。那个龙出来两点人的命了呗，跟我哪里生得可以讲？根本是听上，不来管。要是你娘娘是改，叫是来我说电话，回到你房里一看上你，这哪弄法呢？我们刚进这是几多呀？这神是难受的，因我这里一问得出来，你都治不通的。你到高才听起来，对，不怪我耍子。我们在脚底去，什么不是抽？眼睛说了，你娘娘那忙口难那样讲我去。那他他到底，今朝有什么？两家的一打一档，一次一场，但我们的一来个去，要冤枉三心五治不通的事，听没听上？
涛涛对你娘口口，那么就要商量你心事。今朝你家不认之人，我不涛涛做先上那个当。你今朝跟三娘娘的妻子，你在阿边的，你死也不得行。这个媳妇我不涛涛做去办事，不得做不通这个。平常你这个行外口的去，想来大一大的。我想你是军情西藏上岗的雄心抱在屋里来，你得到无限是真假，获得了失去外文头家军顶日上向上面的也是我不去给哪里，我说你多夫妻的话你也是可以的，不过你肚里像雨西那些你身家的三房通光的张老啊，你也是爱上线路杨出来的人光的这是哪么你说答应那么线路杨出来安心小奴我来这么的死不落地呀、啊！与这个小狗那个新郎小奴身上子，没空啊想一直活分不到身上想生病得解，还是里外的治不通改。人都两个婚，那他他代理口口不必难了。假使不人来说你娘娘治不通改嘛，我当初心眼你心个难出来口个都得出改，三心不得阿面的。这个老太太这个辰光轻松的。不过呢，他不轻松一些些，等一些互动起来的，还有互动得来比互动我也不懂，自家都弄得轻松。那么他大讲过，哎呀，弄个两番，我讲不能你听不听你。我他是弄个两番，我讲不能你听不听的，那你听不也想的？不，他来了让帮三娘。我想来打一大腿的，你恐怕一直活分不当了，再不会这么当的。那么那真差让身法里了你。我总要有他，你刚不来听娘的好服了。他讲个东西，三心不做自顾上以后嘛，那样的一枝花粉米空上不让嘛，当做他打不打？我不那个朋友经常的去把那箱子，有些人三心不开箱子拿么子了，大家去拿去衣裳，去衣裳拎起来嘛，因为朋友经常的几家买上，衣裳上一打，衣裳拿出来嘛，给他警察他让他那乱摆了，三心不他这次分享，你拿什么子去？可大红绿经常不拉三房里不知为这个欧绿你为不知阿妈娘里写上写上这么吃光子，那么这个欧的阿妈娘以你口中圣房，因为圣房不高兴你几千人平安美好大地上去发达可他经常汤不拉圣房圣房，我这个大红绿经常的谁比那不晓得三娘两个门，他是不晓得三娘两个门的不够他那里了不是呀，家婆婆你不晓得不晓得，你今天嘛过些马蜂的，我还有女人口中，我作为红人口进门，你来啥当回来嘛？啊，这样我们是因为个来路了，亲过的，突然外地面飞翔了，带噻，怎么的啊？这当时我葡萄他帮你，我马上弄三星喊出来，我来问你嘛，我不那个警察啥当回去，喊你去弄。加上你挪挪摆挪不成挪出来一扎子，在个辰光两栋矮的布，他挪上一扎子。那么我给他警察外地问我妈有的，媳妇啊，布他不那个么子，那口中么子，那谁是口中我布他？那房间里像个警察么子不得不起，那我来个人不咋也不起，么子么不理，进家进家的，让你媳妇在那边边听听，我布他证明谁是个地公的，对，他不就来喊我的，提醒，他。是三王府三娘谁来见我？真他他吩咐啊！天下我的他到天天嘛不走来带红云带娘娘口口，今朝都样子，这事情你们安逸点子，万一干个中头名气，你说怕得人气？就说他到三王房厅上一口嘛，只看见三娘娘啷个子？三娘娘，那他听得起大家？是奴才的谁来？谁来啊？提下去回复他，他们是三娘娘是也来着。三娘娘身上浑身素服嘛，夜里把出言。不拿了那姑子，你是说来到他已经够着了？哎呀，你现在这些姑娘的脾气再先杀开，来到他姑子是做总的来吃的姑子，那么别离拘束了，是够劲。我们做次主一年难得吃个鸡蛋，难得都不还不够吃饭，没有饿饿的。这个林老狗也说，这几样野菜才是最要欢喜吃。伢你说吃得称心的，实在么夫妻恩爱，
现在听见来套套还没不够的，关键哪身身吃奶白子点心要不比扣扣喝，还有买贴的再上去吃点菜，我去急忙上水真的是一个实在给个来套套房听一点一口嘛，这个去补套套手上当中不比破入你呀，可上面别别别这一道错过你四代不吃血公寓来了不比一只水出子呀，一只水开饭当一当你没空干起人没空，现在不是少年出卖的啊，这是真呀，不晓得就是让干哪个吃人来那这样子的飞洋洋把带往平浪恭恭敬敬不保飞扬手机抱抱，这个老太太口气这个心腹当时我的命福龙大概开开母语的实在呼吸心里想发出那个卡一再罢了走地包一口门你帮你走开了啦，虽然大家没有听说接应也接应一下别帮你空了得为罪过来二毛陆家飞赴怎么你娘娘起初没出门来您是说把您让接应的来外个人呀，女人娶就不给你想你还当你都录的那个东西我可耐不起当你没啥都录的身体一这么是一批哎呀呀三声啊还有一粒那里啊哎呀啥气那当你都不外国那么不比真子让手定等待你身体手定你把你让扣我愿你娘银子上都是你别吃的啊对谢谢玲玲哎，那个谢阳鸡蛋一放，阿是，那是大师的好，刚你别知走吧。哪个讲？与君明当官。啥人哪讲？天不长，大寨风风雨好啊！啊哟，三娘娘气得真的血都喷出去，可从小好拍的，我们男人细致了，更少五十八糟汉，你当我也欠个糟汉，别打你都不，阿说别打你一步，即使你少张力。不他答应我来门门听说爱上自己啊公公一战后不非问大此以后分放、哦、他在哪是吧我趟是老子一刚以往的让各自的海内子你都把我们的本来不大无我哪个刚你都会要喝一刚你刚不喝的定喝希望都无我门第三别刚吧记者周峰峰赐予你一对红绿金钗时间在哪里接着听你们起红绿金他们三娘娘两送你哦呀哥他他不动有啥地铁经常哭的旁边你娘娘科技的哭的机会来的二人家二人家哭在哭在虚心在哎呀呀现在都是地球班怎么熬、啊、你的外浪头比较厉他查不懂一战是为何底气进彩要上行落泪哪边哭女人吃了一个警察倒下去那几个警察在一起的女人别离心惊
门女思想之女，逢的正常人不搞这个么子。你到了头了，我是头顶娘亲，家是千金我母。是小妻儿，须是季节。他听我们二了，在市长晓得有十个一头事体，我今朝代表哪不的？去年我小儿子出门夫妻分别的辰光，但还离我一扎其他军情队了。夫妻恩爱，他是来了了外地，还比头顶娘亲。我来么三个口径我告诉一样，夫妻恩爱。小儿子上岗里把他讲的杀他，那么人了那上岗里么，给他警察拉上岗，两天你是箱子里外一场，进不了门口，你不是把我们来送来的门去，你今天杀几样地去警察，第二次这个心惊，这些都我不应该的。他到现在啊，在心屋茫茫，你一早了那上岗里箱子里这个一早不接这个字，过去了让我睡里的。那盛芳队长像红军罗长以来都是我水里来的，我们来海里箱子的外衣上去挪出来，那可啊，丁武登在这挪都挪不出的。其实现在这个两栋里不差差，我外衣上打不记得，那么我在马油里那边一带没扣中，一扎不拉进拿那扣中门，随时扣中我不差他，警察外衣在海里去挪出来，一摘是。金里与金中敲两大手，周伯伯命里把外衣之金钗拿出，命敲两这两再打两对，每房一对，你的我婆婆周身为内。哎，哦，三娘娘哪能明白？在你房里忙忙，光不带了米都值钱。哦，胡太太送纸巾钞给我，你说靠不得亲戚，这是真的为了让他胡太太做，哎，我听得出，为自己来破了，还当时的送不来。恁个两位喊，我不说是有人爱我，我街上一扎得了，叫一袋钱了啦，我双手奉上送不来不得，再不巾钞啥稀奇？怎么这个？还是要去弄，上次胡太太做男人。是，对。在自登去，外头上来起来嘛，噔噔噔，要进去弄警察。叫啥来？他打兵来的白云郎，他太太在官军不作兴，自个一把年纪让阴森的，让弄松的，你明明弄不出。再看真心眼，白手白是两种眼。来了外地白云，可么半边个二娘娘啊不是？哎呀，听蛮好吧？二一在。那口三兄弟他经常挪得出的，拿不出的，挪得出的药，一拿那个人都没吃药不了，挪出来经常一笔三大钟，
上岗里上五水里上箱子里上出来是要比赛上随便拿弄出来真记得哎呦要听美汉服啊三叔是个他经常记得三叔队长以前的上岗里还是屁男呀实在嘛你分不了三叔就是不了顺房呀今天来门西经常嘛你猜到三叔身上下这个叫四代真的而且要随便拿弄口里的还弄得出给来他讲我不能要受困这个事怎么这个我等一下可三心我他经常在地阿摩的时候挪不出他是一来在我两种眼里还经常挪不出的这个心不关注假如真正挪出来经常比三上绝对不然你心不是这个心不关注是不通给对来他你哪想不得顺病情分析刚刚你把我讲的距离你差一个小将的送封信走来张破五百兵去嘛个他红队经常以为大走来都不理想科技红队经常嘛现在等我军情回来了小将的个封信身边哇哇哇打特的老一天不拉不能打特的讲到打特的封信以外都他们了非分都抓到俺们里想去中北俺们里想采访里想小将比的了我说你兵情买好了俺们都放心我在红队经常不一方面了火将俺就怕坏起来得了马代定不必差不到这个水里个张自定的风吃之余都懂得今在底下不拿顺方给他们其他地方红运枪在水里面姑息了来水一下一滴滴分错那他哪能得明白三娘娘来嘛欲望三娘娘哪么是三娘娘顶方就是顺方大梦